探索未知，领略奇闻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爱探索。汽车是人们出行代步最主要的交通工具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各种各样的迷你交通工具层出不穷。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四辆独特的迷你车辆。 EQ 自动驾驶汽车，这是德国一家科技公司研发的汽车，造型十分迷你，采用单车厢设计，主打出租，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随叫随到。 EQ 汽车具有强大的自动驾驶功能，完全不需要司机。由于去除了方向盘和油门踏板等物件，虽然是单车厢，但是内部空间十分宽敞，车辆采取电力驱动，停车十分方便。三轮轻便汽车，这是一种采取三轮设计的轻便小汽车。经过多年的实践，设计师发现这种设计的稳定性更加出色，删除了第四个轮子，不仅减轻了车身重量，也增加了汽车的空气动力学效率。三轮汽车的百公里加速仅仅需要5秒，续航里程可达483公里。汽车同样采取电力驱动，只需19分钟就可以将电池充电到55%。 IZH 汽车，这辆汽车的原型车在2018年就出现了，经过不断的修改，最终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。整体造型十分迷你，设计师是一名俄罗斯人。汽车采取电力驱动，单次充电行驶里程可达150公里，发动机大约20马力。这种汽车主要被用于特定区域巡逻。 UNIT ONE 汽车，这是瑞典一家公司研究的紧凑型汽车，汽车的外形具有浓厚的未来感。汽车采取电力驱动，充满一次电续航可达300公里，最高时速130公里。虽然外面看起来很紧凑，但是车厢内部足足可以容纳3个人，整车重量只有600公斤，是上班族出门代步的首选工具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。